看得好好的，遮我眼睛干嘛？不是，这超级可怕！我为了你好，哎，我娘！啊，我真的不怕，谢谢你的好意。 观众，我们的电影呢已播映结束，请离场喽。啊，终于结束了，我刚刚真的快被吓破胆了。不会吧，这部电影这么无聊，根本就不可怕好不好？无聊，超级可怕的！你看我们看了只超大蜘蛛，超恶心，超可怕的。徐志远，你也觉得很可怕吗？不然丫丫干嘛一直遮住你的眼睛啊？不知道。 从头到尾，我大概只看了10分钟，其他时间就像你们看到，都被你的手给遮住了。我怕你被吓到吗？丫丫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大只的蜘蛛，而且蜘蛛可怕的不是它的大小，是它的毒瘾。我都知道啊，那万一有什么外星人，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异种，然后来地球，那万一这人类造成伤害，那物种，那真的太可怕了。 我看你是想象力太丰富喽，哎呀！哎，周伟，这个时间是不是没有公车啦？还是你今天就睡在这里？嗯，好啊，那我们早点休息。嗯，晚安喽。嗯，拜拜。那我也先走好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客厅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。 我害怕，我万一晚上有大蜘蛛怎么办啊？拜托，求你！昨天就知道你怕蜘蛛，那你也太害怕了吧？吓到不敢睡觉。哦，你不要笑啊！我差点被吓坏。 而且我昨天回房间，真的有一只蜘蛛在地上，哇，害我整个晚上都做噩梦。